那乙醇呢，很多博主嘴巴里就是豺狼虎豹一样的存在。那为什么像这样的产品，包括其他一些头皮护理产品啊，甚至很多化妆品里面都要普遍大量的使用乙醇？这主要是因为乙醇有下面三个要使用它的理由啊。第一个呢，乙醇是一个非常好的增容剂啊。什么叫增容？大家生活中有一个常识，就是有一些脏污啊，有时候我们用水去擦擦不掉，喷点酒精呢就能够把它擦掉。所以这个就是因为酒精就是乙醇，它本身有非常好的增容性，有些成分它不溶于水，但是能够溶于酒精。所以在化妆品里面呢，很多有效成分，它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增容剂的存在的话，它可能在里面有出现这种分层啊、混浊啊等等的问题啊。增容就是起到这个效果。第二个理由呢，乙醇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促渗剂啊。何为促渗？就是促进其他成分的渗透，它能够帮助化妆品中其他的成分呢更容易去穿透角质层啊，被皮肤去吸收，这样呢就提高了这些有效成分的效果。第三呢，乙醇它的特点啊非常容易挥发，所以呢肤感就感觉会非常的清爽。你像很多免洗类的产品啊，特别用在头皮上面的，如果说用完以后黏黏糊糊的，你又不能去洗，这个谁也不愿意去用。那乙醇的加入就让整个的使用下来的这个使用感受、肤感就觉得舒服了很多。那回到这款产品上，我们看它成分中有人参根提取物、苦参根提取物、日本章芽菜提取物，这几个成分呢也是很多防脱产品中的老面孔了啊。虽然目前全世界没有说大家普遍公认的一些证明证据也能够证实这三个成分它确实能够起到防脱预防的成分，但是呢它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的作用是有的啊。从这点上来讲，你也不能完全否定它。那再加上前面有乙醇高含量乙醇的这个促渗，所以我就讲这个产品为什么说它有可能有可能有这个防脱预防的效果啊。讲到这里，可能有些粉丝说，强哥你不是一直非常否定什么防脱洗发水吗，加这种那种的防脱成分啊？这个洗发水跟这种类型的产品本质上还是两回事。洗发水里面咱们且不论说这样的成分能加多少，关键是这种植物提取物不管是水溶性还是油溶性的，你跟随着洗发水一起洗，都会被洗发水里面的水跟表面活性剂一洗一冲都带走根本就留不下什么，当然就没作用了。但是你放在这种驻留类产品中免洗型产品中，它在你头皮上的时间作用时间足够久，那它或许就能够起到一点作用这个谁知道。那我为什么又讲如果作为日常的头皮护理又绝不建议大家去使用这一类产品这个回到我刚才讲酒精的一个特点促渗性。促渗性呢，它是不分好坏，你这个成分中好的成分它也会促渗，坏的成分也会促渗。那我们来看这个里面，比方说香精、 PG40 氢化蓖麻油色素等等，那这些成分因为酒精的加持也会更容易被皮肤吸收。那如果说你的皮肤存在这种容易过敏炎症瘙痒的问题，那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更加的严重。第二个呢，乙醇它一挥发就会容易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就容易引起或者加剧皮肤的这个干燥瘙痒敏感。那么什么人适合用这样的产品？我觉得至少得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你得是对于防脱育发的需求极其强烈抱着这个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心态上要好。第二个呢，你的头皮没有这个干燥炎症敏感这些问题第三个呢，你用了几瓶用下来没效果也不心疼钱包的。同时符合这三点呢，我觉得还是可以试。至于说有效率，这个得客观。就算前面我给大家讲过米诺地尔这种药品用的防脱育发成分，他也只敢说自己有效率是50%所以的话，你说这样的产品用了100个人用完了，有那么几个人说有效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不属于前面讲的这种类型我觉得呢就没有必要去尝试，因为它给你带来的好处可能远远小于它给你带来的问题包括比如说对酒精敏感的人皮肤有损伤的人这肯定是不能用的，这个相信大家就都知道。那么关于乙醇，我最后要补充讲一点大家可以喝酒色变没有必要说谈酒色变。乙醇在化妆品中其实用的还是很普遍的，它的问题要结合它的用量来分析像这样的它是乙醇作为核心主成分的，
含有很多化妆品的乙醇，你看它的排序，它可能排的比较靠后，那含量就会比较少。那这种乙醇呢，有时候是一些植物提取物带进来的。我前面讲的乙醇有这个增容的作用，所以很多植物提取物啊，它在提取它的提取液的过程中啊，必须有这个乙醇的参与。那最后这个提取液中呢，就不可避免的掺入了一些少量的乙醇，再放到化妆品里面的话就啊一起跟着进来了。那像这种的乙醇，它的含量很少，其实它给你带来的这些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关于乙醇今天给大家讲的比较详细，喜欢强哥的内容别忘了点个赞带走啊。